自己，也保护他人。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期待接下来下半场的纪晓君。谢谢大家。
的朋友，还有我的就是泰安的家人，泰安的家人在那边的，不要在那边，在那边的不要在那边，你们会不会太远了？我们难得来到这里，李伟丽还有谁？那个叫什么了？达巴义、张仲琴、林念祖呢？举手一下，林念祖给我举手一下。好，还有黄玉璇、张淑芬，你知道张淑芬是谁吗？她是，你不要紧张，我没有讲什么，她是那个大牌和音啊，那个张惠妹有没有？旁边的那个和声，你不要唱吗？好了，不勉强哦。她就是那个梅姐的那个侄女，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还有特别坐飞机来，从兰屿来的。记得强强的朋友是不是自己开车下来看我的，然后看完就要回去的那个人，请举手，是你吗？这样我真的很感动哎，其实我都太开心了，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时期，我可以看到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听我唱歌。虽然可能你们在台东无聊了，然后顺便知道我在这边唱歌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也是很感动的，好不好？谢谢你们呢。台东虽然很热，但是有风。台北我住太久了，疫情的关系，我搬回台东了，然后觉得。台北我很怀念，因为我从十五岁我就到台北去，到去年的十月我搬回来，到现在。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夏天吼，台北真的没有风，就这样，没事啦。接下来这首歌。
痰一直跑上来，但不重要。我们需要聊聊天。缓和我这个确诊后的喉咙 ，OK， 好，感觉有点白目是，确诊后然后康复说，感觉像臭屁这样，没有了，就代表我的身体很好啦，是不是？我就有抗体啊，我就有抗体，就给他抗。然后现在又有那个喉痘，有没有？很可怕的。因为，哦，你不要怕我，那个本来就有了，那个是肉，那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叫油啦，长一颗。然后我想说，那也是好几年的东西，它不是喉痘。我们大家要健康了，我是希望是。大家都是健康的，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遗憾。所以呢，大家平常呢吃的东西都要吃什么？维他命 C、维他命 D， 还有多吃青菜。你们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吗？你们听得出来了吗？等我一下哈，就是在哪里？抱歉，应该大家来台东不会去日本泡。
完备。后面的唱一次。休息室吹电风扇，然后我的朋友说你不会冷哦，我说你要不要站上来试试看那个灯光会不会热，你在海边冲浪那样子，你是有浪哦，有水不会热，你来这边冲浪看看，我们冲灯好不好，冲灯光，这个也会黑，真的好在我有擦防晒。你看，连杰伦都戴帽子了，他怕晒，是不是？来台东就是不要怕晒，可以吗？小鹿舅舅，请你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吗？让我一个有这个蛋白回去的机会。啊，大家好。就这样哦。啊，我说聊聊天。哦，聊聊天哈。嗯。哦，突然要这样讲，要讲什么？你不是很爱聊天吗？没有。我因为最近我还没有确诊，所以说没有什么朋友这样。这种话题很讨厌哦。那我就要讲，我确诊真的是确完了。是。好啦，大家就是平安健康啦，没什么了不起啦。我的心是多么的难过，你觉得怎么样？啊，不吐出，有没有？你来，你过来。我们的大歌手来，我们来唱一下。是要不要唱一句？不要吗？要哦。台湾族的，好吧，好啦，这首歌没有，我在拖时间，因为我的喉咙该缓和一下，对吗？有点太赶了，我也不是很会说话，我只是想让大家。看着我在舞台上面晒太阳，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因为一个人，刚我介绍过了，就是因为他那个淑芬小姐，因为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说这首歌怎么会那么好听，她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我就爱上这首歌了，然后我就自己练了这首歌。这首歌应该大家很少听到，因为这个是陈淑桦非常久的一首歌曲，而且它也不是那么的让人家好像会，它也不是那种脍炙人口的歌曲啦。但是它的技巧有点难，就对了。我没有故意要挑战难的，是因为我真的对这首歌是非常的喜欢，所以于是呢，很有感觉的歌，我就想要把它练下来。这首歌叫《失乐园》，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在部落的朋友都应该会听过了，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晓得这首歌。它这个是有年纪的歌啦。我喜欢有年纪的歌。一个人淋着一下遗憾，在夜的城
始中心迷惘，为活着仅有的几滴眼泪，面对着再一次情路的孤单，相爱太难，放肆简单，感情要怎么收才不会受伤。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对不对？没有，有。到底有没有？有听过的举手。有。哇。好。接下来这首歌，你们应该也听过。它很简单，但是它很难唱。地方哈，我真的是
铁花村，也是给我机会在这个地方唱歌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喜欢分享故事，分享歌声，更喜欢大家来享受音乐，也不见得是我。在铁花村，他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很棒很棒的音乐人，会在这个台上，还有创作的，会在这个地方演出。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台东的话，可以告诉你们的朋友，来台东的时候一定要来铁花村听歌手唱歌，他们都很棒，不是只有有出过专辑的歌手啦就很好听，没有，还有更厉害的，他们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可是他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演出。大家可以鼓励这些音乐人，他们可以把这些他们自己的创作好发扬光大，有太多太多的厉害的歌手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好，这首歌曲献给大家。Thank you.
间过得非常快，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开心的心、美丽的心情，然后等一下好好的回去睡觉，不要再跑出去啦。那个，知道的。好，我们大家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保护，也要保护别人。大家加油！是什么？这是电动玩具的歌吗？还是？
弟弟 Lugi 鼓手。好，那再来就是小鹿舅舅，还有我们的绝味鸳鸯的阿辉。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陈威，好，谢谢。不用录了。我跟你讲，哇，好好好，那你忘哪一位？我 uncle 就是那个后面 PA 那个大哥。Uncle， 还有这个干的 Uncle， 后面也是 Uncle， 你要哪一位？没有你啦！我也不是 Uncle。没有你。好了，哎，真的最后一首了，我真的也没水了，很渴的。我的蛋白一直跑出来。走喽，真正的哦，你们站起来嘛，运动一下嘛，我们来健身啊，抗疫，不是我说抗那个疫情，抗疫，好，大家健康。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 hambre de tu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Y has pasado los días. Y te está 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én me toca? ¿Yali?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ómo estuve. Pasan los días y yo hoy te estoy esperando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e quieras, hasta cuándo. Ya has pasado los días. Thank you.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纪晓君带来的精彩演出。那铁花村今晚的演出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离开时如果桌上有喝完的空杯空瓶呢，可以顺手帮我们拿到侧边吧台做回收，感谢功德无量。那离开时也要记得身边所携带的个人物品，手机、钱包、钥匙、外套什么的都要记得带走。那铁花村在这边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为难警察。那口罩也要戴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在这边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拜拜，晚安。